这一次的仪式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啊。首先呢，要先用这个机动跟水打分别去这个 JLT 跟 KS 5个点。五个点分别是 J 点要 S 胜，然后 L 点的航空要优势，然后 T 点呢要 S 胜。之后呢，下路是水打嘛？水打的话呢 ，K 要走这个航空那个空袭嘛，也要是优势以上。然后 S 点呢是 S 胜，这样子解完之后呢，再开始进行攻略。那进行攻略的情况下呢，前半段只能用机动消血。然后消到了血量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呢，会开启第二个航线，也就是水打的斩杀路线。那再切换为水打，那这一关会锁两组标签，所以各位如果在使用键上面要多注意一下，要多留意一下啊。然后这一关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夏威夷有加成的角色都把它放进去，那基本上你可以扣一些起来没关系啦，像R5位可以扣起来，因为R5位15没有R5位会很难打，所以R5要扣起来，除非你有2号机，不然这关可以丢上去没关系。然后还有谁要扣起来？美国舰所有的美国舰都要扣起来，对，因为美国舰听说是在15有备卡，就是体感上啦，只有美国舰打得穿那个院长，所以。所有的美国，不管是驱逐舰还是像伊欧瓦这种的，就把它扣起来。那至于像是无畏号的那个空母，我觉得嘛加减。但是萨拉应该会没有意外，就是在15啦。所以这一关你要不要丢赤城改厄，我觉得倒是其次，就是看你个人啦。好，大概是这样子。基本上呢，那个如果要看攻略的，看我前面这段就可以了啊。好，来吧，喉咙痛啊。喉咙还痛，还喝饮料。亚总推荐三是下礼拜开吗？应该是呗。请教纳尔逊是否可以直接丢13？建议可以直接丢13啊，没差。你丢在14，其实效果不大，效果不大。假捞佛莱彻会很难哦，所以我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先贴标签，然后切回钉来捞，我把打一打先切钉捞，但是我自己这样捞，我觉得浪费时间，算了，先打通好了，就到时候再来烦恼这个事情吧。我每次都会这么说，但是到最后都很后悔。不管了，就这样子了。我们的频道里面，我们的直播里面没有在那边钉捞的啦。身体还好啊，现在就是喉咙不舒服而已啊。早睡啊，不要吃辣，不要吃刺激的食物吧，大概这样子啊。好，来吧，来吧。我们先走机动部队去那个 T 点，先去 T 点。怎么这么早啊？没有啊，就其实我今天很早起来了，我今天6点就起来了，早上6点。然后呢，我早上起来吃个早餐，就先去买个药吃啊，这个买个类似成药吧。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反正他就写喉咙痛可以吃啊，我就吃，我就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也懒得看医生啊。如果明天更严重，我就去看医生吧。现在喉咙就是一个要感冒不感冒的那个类似那种发炎状态的感觉吧。哎呀，就先买个感冒药，反正吃爽的。今天先吃个看看吧。如果不行，明天再去看医生的。这是典型的，这是喉咙吃到太刺激的东西。我早上把稿子给写完了，再来下礼拜应该可以把新番给挤出来了。不小心写太多字了，干有点后悔。我写6000多字，我觉得根本就是自找麻烦。第二航空戦隊機関蒼龍。よし。第二航空戦隊機関飛龍。必
这里啊，就这个地方，第三台 CV 啊，我其实如果说，你觉得15你用不到赤城的话，其实赤城可以丢在这边，可以丢在机动部队，看你个人，看个人，啊、嗯。那我觉得我先扣着，反正没差。这次赤城好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表现，原因两个嘛，一个是他不是装母，他不是装母的情况下呢，只要被装破就不能飞了，所以在15形同废物啊，形同废物。除了开路之外还比较有用一点。那我也不知道他在15到底有没有效果，感觉像是没有。对，反正这次就一种，马德，你上面说好的那个 banner 啊，你自己看那个画面上的 banner。没有看到各位，后来你知道吗？后来各位，那个啊，这个杯呢，底下那个杯呢，从右边数过来那个啊，他是祥鹤、瑞鹤，然后是我们奥卫。你知道最后一只其实不是骑那个骑士王吗？而是我们的瑞穗耶，干超好笑，我们都误会他了，他其实是瑞穗。所以这一关严格来上啦，严格上来讲，应该要是要丢赤城才符合事实。这边应该要丢赤城才符合事实，然后水打部队用祥鹤，不，水打部队用那个用加贺，嗯。所以机动绑三只嘛，然后水打绑一只啊，这样就完美符合这个banner上的那个金玉了。然后呢，15完全用不到上面任何一只banner，除了二位之外，干，我真觉得很扯，扯爆了。其实我在想，赤城先不丢也没差啦，我们先丢其他字好了。他真的丢不丢无所谓。葛城，我记得还有天城可以丢吧？我天城应该没有锁掉吧？天城如果锁，我就会气到他妈的把那个想，我就把加赤城锁在这边了。天城没有锁吧？82127。对，他的载件量跟天城跟葛城的载件量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无所谓，都无所谓，那就锁天城吧。我记得对啊，葛城好像前面锁掉了啊，算了。然后还一台锁个云龙吧，你们觉得锁云龙好还是锁谁好啊？我好犹豫哦，要锁谁啊？啊，锁云龙啦！好，云龙加天城，干你妈锁把白痴在锁阿奎拉嘞，靠腰，天才才锁阿奎拉。780我也不要，780德国剑卖人的，还搞笑的，载件量那么小。可是为什么大家不锁扎啦，要选要锁 Pola？ 为什么？我看的好几个攻略都锁 Pola，我不懂为什么大家不锁扎啦。Why？啊，算了，先锁 Pola 好了。次郎15会用到125行吗？那个什么，那个15，我推荐可以把瑞赫加赫先，不，可以把祥赫瑞赫扣下来，五行战可以扣下来，因为15的开点比较硬一点，所以建议把五行战扣下来，然后第四关用12行战就好了。对，那我加赫我赤城先扣下来，是因为。说不定在我攻略完之后呢，15出现的这个奇效，对不对？出现了我们这一行战有这个天女散花的效果的时候呢，至少我还有赤城可以拿来玩。最近赤郎有推荐哪一部轻小说吗？我最近在看的一部叫做剃胡然后捡到高中生这一部作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剃胡捡到，然后捡到高中生，这是讲述一个，社畜男子，然后跟自己的上司告白，结果发现那个上司早就有男朋友了，然后他就开始自暴自弃，
结果呢，他在回家路上开始喝酒之后，开始晕晕的嘛。结果呢，遇到一个女高中生，女高中生说，可以到他家借住吗？哎，然后他愿意用肉肠的方式去，就是你看，你换你换换住一夜的感觉啦。结果男主说不要，就是展开了这样子一个同居生活。对对对，还蛮不错的。我目前看到一半而已。就算小品吧，我个人觉得不差了。哎呀，看你们个人觉得。剃须剃胡都一样啦，台版的翻译叫刮掉胡子啊，叫做刮掉胡子，然后捡到高中生啊。啊，不是，他好像叫刮掉胡子的我与女高中生，是不是啊？嗯，台版翻译不太一样。哎，我再来是六月初啊。六月要上市啊！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新书提报的单单啊？有啊，有中文啊，在六月份要卖啊。瑞穗在哪里啊？不是，是男主说他不愿意让女主用肉肠的方式，他选择要他去帮他做家事啊。哦，喉咙好痛，我不想讲话。水蒸気母艦啊，这个锁船好硬哦，等一下我看一下。啊，这次锁船怎么这么硬啊？等一下，我看一下，等一下。好硬哦，这次锁得太紧了啦。锁六阶段根本就大型活动了，好不好？干，上一次七个贴条是因为第七关可以全部上，你知道就没烦恼。这次锁六个跟七个一样啊，气死我了！看一下，有点硬啊，所以我要谨慎的锁，如果锁错就好笑了。好，没问题，就这样子吧。这一关呢，我还在锁一只锁雨黑，哎、欸，然后妙高扣一五，哎、欸，你知道什么？我妙高的预位到五十了，耶、yeah! ！上一次只有48，这次我位到五十了，哇，好爽哦！那再来呢，我们到现场这个煮马路油来吃了。今天呢，我一个下午呢，边写稿边煮我们的马路油。我煮了四台起来，我们现在来现吃了。我看我煮了这一排马路油，哇，好爽哦！来来来，可以一次加这个多少？1.6×8啊，1.6×5，可以加8的运呢，好爽啊！啊，可是我的二位只有24，我煮完也只有32而已啊，气死我了！太少了啦，看林老师的咧。哎，注意一下他们身上的东西好了。啊，没有，32啊，干超少的。啊，这只下一次活动希望有个50吧。我发现啊，我位。总有一天还是得面对他的运太低的这个问题啊，他至少要吃20只，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吃的第一组而已，哇，操你妈的！来加到32吧。まあ、私的には気に入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手法は乾燥しました。32，微妙，还是离这个50有点遥远了啊！算了，就这样子吧。佛系咖，哎，哦 ，fuck you！ 啊，第二关呢 ，CL 这边可以随便锁个，你们觉得锁谁比较好？我想要锁50，哎，林北想要锁50，哎，啊，算了，我随便锁一只 CL 好了，能带看看好了。
可是能带打动起来，我会有点伤心的。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谁，我有没有打动好了。那川内，我帮我们打动哎。海防加运哦，对啊，我一只一只生吃啊，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你一次吃两只，有时候也是都会失败，所以不如就生吃一只吧。干超靠边，干竟然没有打修装修，哇干，好硬哦，等一下，有点硬啊，等一下，啊，看一下啊、哦，七三。啊，守五十零好了，我守五十零好了。啊，其实锁谁都没差、啊，后期用不到啊，干，算了，先穿内好了，甚至锁一个神通我都没差。啊，锁穿内好了，爽了，锁穿内好了，之后再改为五十零。然后再他妈锁一只空月级吧，这个。赵月好了。对啊，清巡其实没差了。然后，好烦哦。说，大景好了。北上扣最后一关，我会扣一台雷群在最后一关。对，大警扣。其实木真啊，我后来发现，干，其实根本可以留着，你知道吗？切。然后锁一台重巡加骨改二。上周三说有的挂跑呢？爆挂是不是？你说爆是不是？上礼拜三因为打活动所以没开啊，然后这礼拜三我还没有，下礼拜三我还没有想好要讲什么主题啦，我的主题有限，好不好？这个是要酝酿的，但是我下礼拜可以开始讲，可以讲什么？我还没想好，到时候再想吧。我知道啊，我要换掉啊。我看一下啊，后期会用到的还有谁啊？我看一下。主力部队的部分应该会锁，因为滴滴再来，他斩杀需要的是面对的是那个陆基嘛，所以这应该念蟹是不是？啊，这只我会锁在水打，然后霞妈不小心锁掉了就算了，就管他，然后这一关还有贝卡还有谁啊？看一下。满潮吧，满潮跟不知火都可以啊，不知火也是会考虑锁在水打吧。我应该会考虑锁在水打。哦，这关好难哦，一四真的是靠背的难哎，怎么会这么多东西要锁啊？等一下，我研究一下。好难哦。我们第二队锁不知火，锁这个好了。哎呀，丢啊！锁不知火，锁扬言好了。念线嘛，对啊，锁线啊，锁线，锁不知火，锁扬言好了。这三台先不动，这是谁打的？那找一个机动的，用的机动谁可以锁？好硬哦，好硬哦啊！我知道了，那个加倍的还有谁？那个普风是不是？等一下，扬言不知火，普风、疾风、冰风、古风、秋云啊，秋云，要锁他吗？49，算了，我们锁普风好了。
耶、欸，我普丰嘞。咦？这样可以吧？这个阵容看起来哎挺 OK 的吧啊，兄弟，可以哈？你们觉得可以吗？干，我觉得不行哎、欸，我觉得不行哎、欸。那、我觉得不行，算了，我不要，我换掉。哥觉得不行啊，等一下哦。还有谁有加倍的、啊？看一下。不知道普风、疾风。啊，就这样子吧，不管了。好，就这样子啦，就这样子。我觉得就这样子吧，好。然后先组个机动部队。我知道在座的应该都还没有达到14啊，所以问你们也是白问，所以我还是得自己自问自答。Grazie。我没有凶啊，我今天喉咙好痛，我不想凶了，我连吼的力气都没有了。哇，少说话，少说话。これならローマにも負けませんね。嗨。あら、いいですね。いいと思います。グラッチ、助かります。然后，我看一下自控要抓多少啊？自控四啊？嗯？哦哦，400左右啊。400的话，这三台飞机加起来啊，大概就是6格左右吧，我记得啊。よし、いい装備。どうかな、飛龍。嬉しいな。どう？私に似合う？最大格的在葛城身上。再来第二大格的是哦，最大第二大格的是谁啊？是飞龙，是飞龙哦。干，等一下，靠腰嘞，等一下换个位置。第二航空戦隊機関。不是你拿啊！等一下，气死我了！啊，这飞机也是一个学问的。等一下，やった！いい期待です。ね。よし、これなら日本人にも負けません。ね。刚才说第一大格是葛城嘛，所以第二大格放烈风601嘛，啊，对不对？这个是烈风601，放 F6F5 好了。然后363，六格的放，我先把一个一个放下来好了。这个放，嗨嗨嗨嗨嗨嗨。F4UD 跟南山，一个是爆装加11，一个是爆装加7。好像南山比较厉害耶，但是南山是屁耶，我觉得，干南山很像屁就是了。哎、欸，等一下，可以炸陆基的是谁啊？等一下，可以炸陆基的是哪一种飞机啊？那南山可以炸吧？等一下，来，可以炸陆基的飞机有哪些？我确定313有可以吗？南山不知道可不可以。F4U 可以吗？江草哦，可是江草的爆装有点 JU87C， 这个我知道可以啊。然后 F4UD 我知道也可以啊，但它爆装太少了。
南山好了，试试看南山好了，试一试南山。三号光电炮在这里啊，在这个。好了，试一试南山好了。江草应该是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哎呀，我记得就是 GU 8 C 跟 F 4 UD 跟南山还有那把313而已。对啊，我记得只有四台而已啊，这台跟这台吧。然后里面最强的好像就是这台，再来好像是南山还是 F 4 UD， 我有点没印象。不过我没有，就没什么印象，就这样吧。不，我小宝，江草没有啊，我知道。嬉しいな。どう？私に似合う？等一下，等一下，我是不是看错了？等一下，等一下，那我还没还好，我没有出去。等一下，还好还没出去。Mad， 哎，安安，稍等我一下啊，我他妈差点看错了。哦，干，真的是看错了。我看错字空子了，等一下，这没错。然后，严格来说啦，啊，这两台的在建值是最大的。签名报道咯，厉害厉害。啊，就这个，以上的都可以对地，是不是？好哦，谢谢谢谢。这次的飞机就是一门学问啊。対空火器の増強でしょうか？飞机的摆放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学问啊。这是一个配装学的概念。今天有把握吗？今天给你们看一个刺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今天在开台前呢，我又花了20000的资源，分别是油跟钢吧，我去做了一个开发。我开了几个东西来玩玩啊。今天这个可以来这个デジャブ了，夏威夷最速传说给各位看看啊，这个酌情参考啊，这个可能会滑一滑就出事啊，啊，这个各位就是酌情参考啊。今天这个表演呢，等下还用新台币开动就是了，等下还用新台币开动干麻烦就是。対空火器の増強でしょうか？新しい機体は。啊，我看到，我看到了。但是 GU 八七 C 改热，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强啊。我们看一下，我印象中没有比较强哎。印象中啦，这个啊，你看包装没有比较高啊。重点是还没有对空，他有对空哎，他有对空啊！重点是有对空，算了。2127跟三格嘛，哦，烈风改二，哇啊啊啊啊，好强哦！哦哦，我快哭了，怎么这么强啊？整个都射了。そう、いいじゃない。新しい機体は。やっぱり高ぶるわね。看一下啊，剩下两格，这个塞大的好了。よし、いい装備。どうかな、飛龍。剩下两个人是三格三六，等下63633。哎，等一下啊，他们两个是6363嘛？啊干，等一下。那这样不行，我换一下，不好意思，这个换过来一下，这样不对，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去打 boss 啊，干，我刚想到我们不去打 boss， 我们应该要拉射程才对啊，操你妈的，よし、いい装備。
どうかな、飛龍。这应该是要用鹤，应该是用彗星二二型去拉射程吧？应该是用这个去拉吧？射程之长嘛。嬉しいな。看一下啊。どう？私に。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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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解谜。对啊，今天才刚开始打一四而已啊。应该用这个拉，应该用这个去拉，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飞龙的伤害平均比较高，所以我们让飞龙背熟练的好了。这个熟练给他背。之后呢，两个人大格的，一个塞春田，一个塞吃屎，啊、不是、啊？哎呦！よし、いい装備。どうかな？我觉得我今天配装可以配半个小时啊，各位可以半个小时后再来看。早上应该先配完再开台的。やった！二十跟二二嘛，哈。大格的塞，等一下，烈风跟大格的塞啊，这个是烈风二一，这边多少？二十跟二二，啊，可以啦，这个塞大的。干啊，那个就很驚哦，这次的飞机就设定了这么驚，我能怎么样？これなら一光線にも負けませんね。そうりゅ。这次的飞机太驚啦，根本就要把家里所有的最强都拿出来了。どうよ。三台三台六台六台，等一下，它是二十台哦，靠腰，等一下，拿掉拿掉拿掉，它塞大格的二十台。十一，十一，十一，还有谁？十一的，十二，塞十二的。よし、いい装備。どうかな、飛龍。哦，好复杂、啊，等一下。二十二二二七跟二七，对，然后二一的是塞烈风一嘛，二二的塞这个，二一的塞这个。OK， 没问题了，剩下几个？六三三跟多少？六三三三就随便塞了啊，剩下几个就随便塞了，把那个制空值高的飞机就塞进去就好了。一四，我觉得对面罚站给他打是不是、啊？哦，不要、啊，我为什么要罚站给他打？你会罚站给人家摸奶吗？不会啊，对不对？他没给你钱。嬉しいな。どう？私に似合う？やった！いい期待です。ね。新しい機体は。你是不是没开聊天室右边的？没有开到吗？哦，真的没开到哎。哦，重开一下。聊天室其实有开哎，我再重开一下好了。哎，看一下有没有？有吗？有吗？有吗？好像没有哎。呵呵，等一下、喔、啊，有了有了有了，好，这样应该有了。啊，如果等一下有卡的话呢，就是那个了，就是那个稳定发挥。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哦，那才二号炮。哎、欸，这只有加成吗？意大利有特别的加成吗？好像没有哦。这个有没有加成？看一下，九加七十九，八十七，八十六，没有加成。干。八十六。八十五也没有。没有哈。当我没说、啊。提督くん、グラーチェグラーチェです。素敵な改装、ほらご機嫌です。ついでにお酒の瓶、もう少し提督も飲みます。提督、グラーチェグラーチェです。でも、三番報道だけはこのままで。你没有三号炮吗？有啊，我只有四根而已啊。等一下给第二队装的。水蒸気がいいかしら。等一下给第二队装的。呵呵。
どうせ見たことのない。甲基好像要斩掉比较好喽。有啦，有这个说法啦，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啦，反正就当作是真的吧。哎、欸，等一下，哎、欸、干，等一下，这一定哪里有问题？等一下，不对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的雨黑嘞，靠腰嘞，普通先下去啊。等一下，这在开路而已，不需要你。第五戦隊。出撃します。啊靠腰，等一下不行啊，等还是要普通干。等一下，重巡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啊，这台先下去。不是，我组合配错了。我有点想要派这只哎、欸，怎么办？等一下，我看一下。Aidoni，啊，可以，我看了一下组合，应该是可以的，妥妥的，是不是？等一下，哦，这次好复杂哦，等一下。我这次如果出错，我就回不去了。等一下，我要确定一下。好，可以锁15应该用不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15呢，我打算派三台的美国舰在这里，一个是我们的贾斯顿，一个是这个 Samura Biro Blas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贾斯丁贾维斯，这三台是打留在15的，基本上呢是用不到的，那我们就把它锁在这啦。好了，锁下去了，不管了，锁下去了。贾维斯是英国的，不是吗？贾维斯是英国的哦、喔，但是没差、啊。干，你不要瞧不起我们贾维斯，好不好？我跟你讲啊，好不好？我们说一个道理。来，你觉得他会卡吗？不会啊，对啊。那英国跟美国关系不错啊，贾维斯的运有50，哎、欸，我记得是50哦，对不对？那当然是用贾维斯啊，可以啦，英美本来就是一家人，好不好？跟你讲、啊，你拿那个美国船，这个贾斯丁哦，跟你讲他不会卡啦，40运40而已，你觉得他卡得出来吗？那卡出来伤害也不怎么样，还不派我们的雪峰，对不对？虽然我看了所有的攻略组没有这样雪峰的，奇怪，被嫌弃的孩子。いただいた装備、他の子の階層を優先してください。他是死神，谁敢用？我敢用。ごめんなさい。贾斯顿卡王是300加的好吗？啊、他就不好卡啊！干，啊，到时候就知道了嘛。反正我还是会让他卡的啦，即便他不好卡，我还是让他卡的。因为没办法，这次的王这么硬，你不卡怎么打？二连击哦。いただいた装備。二连击。大切に使います。普通攻击是二连击，你妈的好看。いい装備ですね。雪峰大家都在 E2 用掉了啊，我就不一样了。だと思います。爱他的爸舍不得把他锁在 E2 啊。ありですね。干，可是我的战神不会卡哎、欸。你知道我的战神运只有20级吗？干，别人的战神家里都是50级的。反正处理完阿五位再来就处理他吧。可能再过两年，说不定有机会吧。我马路又没在练，你以为马路又这么好捞是不是？为什么我的炮不见了？等一下。啊，很烦欸，这次活动怎么这么硬啊？93式酸素魚雷って冷たく。英美粉一家，我乱说的好不好？不要乱讲。只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用贾斯丁啦。提督，ありがとう。これでまたバリバリ。贾维斯吧，赶紧说贾斯丁，谁说贾斯丁的啦？贾维斯，好不好？看。
早く痩せん。一百。赢美术日得意呀、啊，对啊。我说错了嘛？我脑海中都是贾斯汀啊。帝都くん、いいみたい。グラッチェ。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挥之不去。大船流斩掉E2了，恭喜你！我后来想通了，我觉得这游戏就是要三女神才好玩啊！后来突然想通了，再让我喝口水。九十三式酸素魚雷って。冷たくて素敵。どうぞよろしく。明石の手法にようこそ。明石の手法にこちらですね。我等下再出个一万块，等下再出个一万块，受不了了。这个月 FGO 没课，下个月我也不想课，太可怕了这游戏。没有这两只，等下都我等下都要打，所以没差。等下这几只我都会打，像波拉我也要打。还有谁要打？看一下。这几只应该都没差了，这几只暂时应该不用打，打不到，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吧，哎呀，然后还有谁要打的？嗯，好像没了。啊，这两只一定会打啦，本来就有预计要打，所以没差。哎呀，这两只就不用打了，没差。然后剩下就青菜配配。やった！いい期待です。塞个喷喷。下一次活动呢，我要把喷喷弄到四根好了。觉得两根还是太少了。然后 Pola 塞什么呢？塞机枪吧。先不塞女神了、啊，打一次就知道了。这个应该不难了，开个路而已。箭收一单是多少？箭收没有一单啊，箭收就是钱就下去了、啊，就 Seriki 啊。箭收哪有一单？没有一单啊！你要多少都有多少啊！还有可以直接氪十万块的嘞。我们 DM 非常欢迎大氪长氪游戏的，哪像 FGO 只开放氪一单呢、啊，对不对？小孩子才氪一单，大人都是十万块直接下去的。我们要去你妈的！等一下，我们要去 T 点。T 点的部分呢，要放 J 跟 T 点，所以我们路行的部分要改一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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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啊，可以出发了。高段作戦。主播一直讲脏话哦，没有，那是语助词，什么脏话、啊？我住台中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这个是这个一西四夫房，我好像是网点资源哦，那先换一个道东资源的，道东资源是谁来的啊？没印象了 ，BB 是不是？第一撃部隊、第二部隊、私たちの出番ね。第一戦隊、機関な、戦艦陸つ、抜秒、出撃します。哎，啊，底下。Her Majesty's ship。爽哥资源喷光光啊！爽哥呢就是无脑乱打、啊，他那就是无脑乱打，用头去撞啊，没办法。聪明的人，对不对？你又
他已经没有手杀了，如果我是他，我就慢慢打了。反正是他的风格啊，他没差，钱多。你有听过一句话吗？试性炮什么的，那是没有结婚的人才选才在那边试性炮的。我他妈150加刷加双飞，你跟我谈试性炮，假小卡金。我魔法卡拿出来，我金刚大型拿46炮也不是问题呀、啊。ハラショ、これは信頼できる。いいな。他就 RTA 对啊。但是 RTA 追求的不就是手杀吗？对不对？最快竞速啊！啊，竟然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各种手杀，那就没必要冲啦、啊。反正他高兴就好了。他已经弹尽粮绝了，现在在休息了吧？他我记得看他打到干了，打到干掉了。QQ 哦，早安啊，早安啊，不早了，不早了，我已经醒来24小时了。他没有过啊，他没过啊。他没有啊，打到没有了。他甚至还用什么？他用女神去换油吧，就是船沉掉不是会自动补油吗？补那个女神油吗？他就直接拿那个女神去换油啊，超夸张。没有，我已经醒来12个小时啦、啊。我早上6点就醒来啦，现在已经快6点了，现在5点了呢。今天我很早起啊。やりました。好了，就这样子吧。十二小啊，我刚才不是说十二小吗？我没有说24小，我说我醒来12小时了。我刚才说24小吗？12小吧。好啦，可能我口误吧，我也懒得纠正了。懒得纠正了，就这样子吧。我喉咙好痛，不想跟你，不想再嘴干了。嗯，嗯，嗯，哦，好、哦，嗯，嗯，没事。嗯，等一下，踢的航程要8是不是？等一下，嗯、啊，哦，那没问题，那就一试入宫吧。痛还喝饮料，红茶还好啊，红茶还好，不要喝奶制品的。然后航程是多少？4是不是？放肆的舰载，我知道了。我现在在看那个飞机的量啊，一次准三星就好了，不要有糖的，是不是？啊，你这么说也是啊。嗯。嗯啊，这个好了 ，MK5， 银级加6，对空加9，其实都可以了，我觉得没差。我不知道44战疾风跟 MK5 谁比较强，我猜是44战疾风吧。这两个谁比较强啊？44战疾风跟 MK5 谁比较强？嗯，看不出来。来聊天室说一个谁比较强，我就放谁上去吧。MK5 是不是？好，那 MK5。行，那就 MK5。反正我觉得差不多了。人家都说44战疾风，我跟你讲是 MK5 比较强，跟你讲。好，
初级初级初级防空。好，出发咯。提督，作戦了解いたしました。よろしくお、ね、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啦。那个要超配置的各位就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吧，大概是这样子啊。好，然后这个资源的部分就简单啊，标配没什么好学的。我们要防攻，我要出击啊，我要出击。作戦計画概要陆航ご説明します。我们现在要去 T 点的部分呢，你需要放一支低速箭，所以我们选择了放了 banner 上面的那个瑞穗，它是低速。有没有低速？好了，来吧。Buongiorno, Italia。全甲标很奇怪是不是？没关系，不奇怪不奇怪。这世界上奇怪的很多。第4作戦海域作戦要項です。本作戦海域は連合艦隊編成の。看林北远真没丢到支援舰队啊，这个还用不到。我想起来，网点支援用不到，我们先丢道中就好了。网点用不到，我们不是要去网点。哇哦，提督にプレゼントね。虽然我觉得会被劝退就是了，没关系，就这样吧。作戦計画概要高段作戦第4作戦海域私たちの本当の力お見せします。戦艦イタリア。バズリアです。好，我们首先呢要去这个缺点呢要让它这个 S 上，所以我们要这边丢几个飞机。这个缺点呢还蛮凶残的，所以要丢他妈两个飞机。然后呢，剩下的呢我们丢在这个，再来我们要打 T 点的 S 上嘛哈，所以我们丢在 T 点最远的这个啊。其实这关的音乐还算是意外的不错听了，各位可以仔细听就知道了。然后呢，这边的情况下，建议选择驻点。あら、いいですね。这边是空袭，我们就用连接就好了。能行。敵艦発見。防戦用意。いよいよ実戦ですね。没错，刚打。好累啊！我配装花了快一个小时，我操嘞！啊，没关系啊，这个多花点时间是好事，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锁错了就回不去了。这个锁错就回不去了。本季有哪些动画是次郎一直有追的？一直哦。我临时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一拳超人吧，然后贤者之孙吧，然后什么信长的什么妻子吧。干，这一集开车飙车了，飙车了。居点是第四警戒。会啊，会捞到啊！我这一季还要追什么？我们真的学不来，然后满脑子都是圈圈的什么那个，为什么老师会在这？还有卡罗 and Tuesday， 还有谁啊？哦，八月的棒球甜心，好像就这样子哎，其他都是想到再把它补上去的。攻撃開始。打ち方。始め。炎。開いてください。四袜事件那个，你说那个，我觉得那个算是其次哎，那个严格上来说不算。我觉得意大利要结婚了。不然那个等级在那边我看得不爽，我等一下把他结婚了。这次呢我要大傻逼把所有的舰都结婚，然后明年舰队就倒了。真棒真香。
这一次我烧了不少钱，我第一次在活动氪超过10000块了，就这一次活动，因为狂结婚、狂女神、狂用大人的力量刷闪，我会不会沦落到跟观众借钱呢？我好想要捞船，我没有资源了。不会啦。没有，开玩笑。敌艦発見、砲船用意。いよいよ実戦ですね。さあ、私と野戦しよう。よく狙って。行きます。パーコ。敵艦発見いたしました。还要打洞费哦，这一次真的是狂打洞哎。因为我发现你以后打甲不打洞其实还蛮难打的，真心觉得不好打。洞的发明呢真的是给这游戏带来了这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哎呀，就打起来吧，没差啦，算了，500块送他啦，反正游戏本来就是拿来好玩的啊，你干嘛玩得这么痛苦，对不对？是不是？钱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有没有玩到而已。你一直劝退有什么好玩的？女神爬起来有没有觉得才有玩到游戏的感觉？你一直劝退就觉得说好像一直被田中搞，那久了对身体也造成不良的影响啊。对，我明天要去看眼科，干，我今天眼睛怪怪的，也不是啊，是最近眼睛怪怪的，我明天要回眼科一下，感觉有点问题啊。嗯，那你干嘛打假？为什么打假啊？就爽啊，游戏好玩啊。敵艦発見、砲船用意。いよいよ実戦ですね。没有，他眼睛那时候跟我说要回诊检查，好像一个月一两个月吧，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回去，应该找时间回去了。啊，这个点真是可爱，干这个点要打 S 胜哦，这个点要打 S 胜，干太过分了吧。二高線攻撃隊発艦始め。你知道空母水鬼多难打吗？干，这个点打 S 胜真是神经病。全訪問ファイヤー。哎呀，神经病啊！敵艦発見いたしました。医生建议的回诊，建议准时回去啊。提普利，哇，回家喽！ですね。海の木屑となりなさいな。这个点打 S 胜，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不是吧，兄弟？这妈的，全部打假球，我知道怎么打 S 胜了。物理上不可能。そろそろ反撃よ。全艦載機発進。重点是踢不利怎么打、啊？你告诉我，不是啊，踢不利太难打了啦。你说踢有利互相伤害，我没意见。47，我的老天啊，太硬了吧！底下那个130是什么东西啊？我想要重来一次了。哎呦，收掉了，收掉了，收掉了。嘿，哎，7D，收掉好不好？好，收掉了。这声音是收掉，哎、欸，这声音不是收掉了吗？干！哎呀，干，中破了，不会飞了。Yesterday, will you call a sticky east half day? How about you? 哦，昨天就没开台啊，昨天在等情报啊。昨天情报不明朗。这个夜战能不能我们搞头来试试看？推荐的剧场版画吗？没有哎、欸。最近没看到什么好看的电影。哎呦，好硬啊！好硬啊！这打不穿吧？干打穿了、欸！我操、欸！干，我也被打穿了、欸。可是下面两只是那个哎、欸，
现在有人拿对钱欸，哈哈哈哈哈哈！我操，爽！干，真的是拿鱼雷电探砸哎！北上さん、今の看这样都可以过，好哦！塞到了，塞到了，塞到了，塞的啦！提子不利也可以打赢，塞到了，塞到了，不管，继续走，继续走。我们再过这个空袭，再过一个 Q 就进去了，我就应该，我觉得我好像进不去，就是有点痛苦啊！啊，中破了，中破了，中破了！敵艦発見。光線用意。いよいよ実戦ですね。行くよ。二光線攻撃隊発艦始め。哎呦喂呀，老天鹅，好痛哦！这个编程看了真是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下一个也会被打爆哎、欸，下一个点是不是很可怕、啊、？Q 点是不是很可怕、啊？我怎么觉得下一个点会被打爆啊？拜托，不要把我打爆啊！我受不了了。敵艦発見、光線用意。いよいよ。啊啊，好像还可以耶，水雷而已嘛。水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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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周三的直播主题有想好了吗？还没有想好，还没有想好。认真说，还没有。干脆来介绍那个好了啦，介绍再来六月份有哪些值得看的轻小说好了。干，很废耶。好像是什么工商主题哦、喔，我们就拿尖端动力跟角川的三个作品来说啊，然后呢跟三个出版社凹一些书来送读者，幻想太多了。晋级，对啊。去跟他们出版社凹一些东西应该不错。干，走到这格你知道怎样啊？弹药只剩一格欸，弹药只剩一格欸，这游戏真是很夸张欸，这样子都要打 S 胜，难怪需要录好。虽然这边很轻松啦，这边就是一群补给舰而已。敵艦発見、光線用意、いよいよ実戦ですね。这边就是一群补给舰，来吧！行くよ！二光線攻撃隊発艦始め！有想过要玩人中之龙的最新作吗？暂时还好欸，暂时真的还好欸，通航战可以啦，勉勉强强，叽里叽里应该收得掉。虽然弹药剩他妈一格而已。干，连补给舰都打不穿，丢人，太丢人了。Nintendo Switch 我有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游戏可以玩，叫《萨尔达传说》，但是实在想要先把影片先做一做，把债先缓一缓。哎呀，欠债太多了。これ
哦，这个火力真的是很烂耶，打那么久才打穿。哦，这个点好硬哦，那点真的是啊，不说了。When you start Sada, all the things no need to already。不知道，因为萨尔达听说要玩一个多月，我觉得我很不想一个多月被他绑在那边。我哪天想不开的时候就会玩了吧。私ですか？いやだ、困ってしまいます。哪一天我想不开的时候就会玩了。北神さん、今の北。耀西我还好啊，那时候看参歌玩我觉得还好。哇，油全部都干掉了。いいですね。有没有听到叮叮的一声？解了第一个谜题了，再来要解下路的谜题了。哦，下路谜题不好解啊，看一下。硬，再来要写下路的 K 跟 S 要换水打。我们不好意思，我们现在配了一个小时的装备，我们现在要再配一个水打装。好，我们要再花点时间了。会完全军系列吗？什么是完全全军系列？今天洗三小。What is this?再花三十分钟，不说了，难搞。我等一下再，我等一下要想怎么飙车哎，看怎么可以来个夏威夷最速。我很想要飙飙看，但是我的组合可能不允许我这样飙，所以我要再想一下。我们等下组完水打就知道了。先组个水打先，好，先上个厕所，不好意思，喝太多水了。这水声也还好吧，但又不是女生的尿尿声音，你们他妈这么兴奋是不是？哎，我想一下啊，现在，哎，请问低盐超商缴费十位码在哪里？应该在下方吧，好像是低盐妹厨子那边有一个下方可以输入的。你现在要我突然讲，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开网页。跟你们说一个问题吧。我现在在想，还有谁是可以塞大发系列的？我要找一下，等我一下，因为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满潮哦，满潮是不是啊？那满潮跟大潮或许可以拿来用用啊。因为斩杀编程的第二队，我打算锁三台，然后应该算说锁两台的攻击机啦，那其他就随便打。对啊，应该是还好。然后第一队锁一台滴滴吧，
剩下用战舰跟重巡。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用贝卡的也差不多啦，我觉得。那照这个情况下，潮也可以是不是啊？潮是不是也可以啊？我看一下，假设潮也可以，其实也没差。我是怕会被15没有船可以用，尴尬。这一只会锁在水打，斩杀用水打，然后还有谁？这一只跟这一只，还有谁来着？还有羊眼，有加倍的是他们嘛，对不对？这个还有不知火，然后剩下锁一只对潜应该没差。潮不能装大发，对啊，我记得印象中有一只不行嘛。好吧，先这样子好了，我们先组一个水打吧，不管。春雨哦，干，春雨就不要说了，春雨。気合い入れて行きます。比瑞跟误导嘛，对不对？真名没有嘛，真名沉掉，对不对？干，真的是有太感冒了。比瑞跟误导，然后加倍还有谁？逐魔跟立根。他应该没有沉掉啊，只是没参加这战役吧。我历史不好。立根跟逐魔，因为基本上15的航巡的部分啊，我目前剩下能用的就是鸟海、摩耶跟灵谷跟熊野，我打算这四台交在那边，所以航巡就两台嘛，重巡两台，基本上应该够用。而且重点是还有那个。还有几台那个很奇怪的船可以用，像妙高啊，还有那个，还有古应该等下会交掉，所以没用。伊利还可以用，所以没差，所以没事。那建议啊，立根逐魔交在这边，是因为他们有贝卡，所以蛮建议交在这边的。你们就把他锁在水打吧。对啊，我现在只有烦恼的是这样的东西而已啦。好啦，我不知道各位不知道。各位不知道懂不懂我在干嘛？我现在在看14跟15的船，然后确定我哪些船要交，哪些船不要交。我现在在过目一下，稍等我一下，我脑筋要运转一下。好啦，那15交鸟海跟摩耶好了，15交鸟海跟摩耶还有那个熊野好了。所以 JK 组就锁在15，那这边就交这两个，可以跟次郎要聊天室的背景原图吗？他其实有在这里看一下，你可以搜一下，好像是在这里吧。这边有一个写一个会师的图，我也没印象叫什么名字，等下再找一下就是。有对齐吗？啊，有啦，有对齐，干。好，再来要锁水打的部分，我们锁一台加贺。资料都去哪边找的？基本上都是日本欸。哎呀，就是日本到处翻啊，我基本上已经翻了十几篇了，然后找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然后再把两边的资料把它套在一起，变成我的东西这样子。就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东西啊，所以你参考我的也没有用啊，就是你要依照你自己的队伍去调整啊。
布丁或者是 Pozzala， 其实锁谁都无所谓啊，因为好像15也轮不到布丁出场，所以就随便吧，锁在这边吧。九九九九，然后这里其实锁谁都无所谓啊，我打算把大殿给锁了，大殿给他锁下去。阿瓦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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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打机动分开锁吗？是的，所以要注意一下啊、哦。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把最后斩杀的船锁在了机动啊，你就好笑了啊，你就好笑了。切记要小心啊。跟上次一样，其实15啦，14就是上一次活动的最后一关的变体啊，变体嘛。我有点想锁伊利耶，因为我觉得青衣很废，我觉得青衣很废。我看一下，啊，锁谁都无所谓了。伊利好了。啊，青叶伊利，青叶伊利。好了，锁伊利了，我觉得无所谓了，锁谁都无所谓。然后锁三只斩杀用的船，分别是有加倍卡的，有那个不知火嘛，哈。是不知火吧？对吧，不知火养眼嘛。然后蟹，念念蟹是不是蟹？还有谁？普风，干！可是普风我觉得很废、欸。啊，不管了，我要锁下去了。我们锁一台随便的好了。还有谁是的？看一下，古风，古风或是冰风，冰风我记得我没有锁吧？看一下，对不对？哥没有锁，对不对？干锁了，古风，古风可以耶，我们锁古风好了，反正滴滴不嫌少。啊，就锁这样子。好，机锋没有吗？锁的，锁掉，锁掉，锁住喽！水打，锁住喽！这次的船锁那么硬，干你老师，好难玩哦，这个游戏。好，就这样子吧，这就是我的网点编程咧。安安安安。请问一下，为什么金刚没有闪呢？決定でいいですか？美儿，我这次一万块花完了，怎么会花这么凶啊？帝都君，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夸张，打一个活动吗？花了台币5000多块，抽 F 只有两单而已啊，舒服。四个月才抽两单，你不觉得很爽吗？只要一个闪不用吃糖，是不是？哦，没有，因为考量到之后的那个什么斩杀什么的都还用得到，所以没差，就全队让他高点闪，我也觉得也不错，也不错。お呼びにな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来了来了来了，好，我知道怎么配了。四至十一拿起来。はい、力が少しはお姉様に近づけたかな。好啦，好险 GBF 只要付月费，你也好想氪舰娘啊、哦？
看你们啦，没有信用卡就是得买地面卡或是怎么样，对不对？任せて。可以啦。この強化により霧島の戦闘力向上しました。感謝しますね。私の想像以上の改造です。さすが司令。其实我有点想拿。以上の方ですね。拿紫云就好了，是不是？在三十分钟配装哦，没有，我跟你讲，水打比较好配，因为水打不用配飞机，不用抓那个制空子，所以就随便屌配一波就好了。用屌配就可以了。力が湧いてくるようです。この強化により霧島の戦闘力向上しました。一二。感謝しますね。第二队只有一台 D， 只有一台 CA 嘛，那就随便摆啦。这边有三台 CA 要放，哇干，哇怎么这么麻烦呢？我现在突然觉得我的主炮不够多啊！可恶，我觉得上一次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它补强。ほう、これはなかなかの礼を言おう。チクマのやつよりまた強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な。次郎捞到新船了吗？还没有哎，我一台新船都没捞到哎。我一直都蛮非洲的啊，然后每次在活动过后这边靠北的时候用假捞很痛苦，哎，我就是不想顶，我就是不想盯捞啊。一四有哪些舰长有备卡？基本上就那个啊，所有的夏威夷组的都有啊，所有夏威夷组都有 啊，因为一五好像用不太到夏威夷组了，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啦，也没有人特别解密出来说谁打谁比较痛，好像只硬干而已。除非突然真的有一个这个什么解谜特效的，不然说真的就是这么硬。这次的E5很硬啊。市长有看铁汉任务吗？没有。不会啊，这一次的美区如果没捞到，我看应该再来要来很难喽。再来要来就很难喽！哦哦哦！完整放多少运输罐才比较容易大成功啊？好像没有特别的说法、欸，基本上你放满那个，你就两台，你就假设今天是一台轻巡嘛，五台滴滴就是滴滴都各塞两桶啊，然后。轻巡就塞大发之类的，我都这样子啊，就佛系大成功，时间到了自然会佛系，自然会这个成功啊。一二三四。ほう、これはなかなかのものじゃな。严格上来说，好像没有那个了。紫云。私だけ大事にされては姉さんに怒られてしまいます。一二三，他放电炭嘛？啊，电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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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担架担架，是啥不怕超重吗？我跟你讲，哪需要超重？哎，我需要结婚的，等一下，姐，我要买点数了。可恶！我要结婚了，又要氪金了。好，再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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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受不了，这次要氪第二个一万了。好，氪了，不管了，这次就花两万就好了。感谢各位的抖内与赞助，就靠你们了。我的 PayPal 里面应该还有钱吧？我看一下，我 PayPal 剩多少？我稍微看一下，稍等我一下。真他妈没钱了。现在汇率很高，亏。对啊，还好我是用美金在氪的，所以还好。美金转日币现在应该是，现在应该算赚吧？啊，我里面还有一点钱，可以氪，里面还有。我们选个氪个，再氪个一万好了。啊，一万了，受不了啊！一万日币大概等于九十几元吧。
为什么次郎这次要突然大爆课哦？没有，就是花钱消灾啊，舒服。我现在已经不想在那边什么刷伞啊，什么那么劝退啊，哦，没有没有没有，这游戏只有不断的前进而已。氪多少钱？我看一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折合美金是多少？折合美金是95美。现在一美元可以换104日币，是不是？啊，还算可以啦，95美。修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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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啦。はい、お呼びにな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接接接接接。快快快快快！好 ，F 意大利哦，等下用不到了，所以应该还好。随便啦，啊，不重要了，不重要了。我对比瑞又没有感情，我对他完全丝毫没有任何的感情。你说金刚跟真名就算了，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这是战略性结婚而已。不是要抽艾雷，那再说了。那个让下个月的我再烦恼就好了。让下个月的我烦恼啊。金剛お姉様の妹分、綺麗です。経験を積んで姉様に少しでも近づきたいです。你说什么？跳过很糟哦？哦，不会啊，我要的只是那个感觉而已，知道吗？我们只是要这个仪式而已，好不好？这要战略性结婚。そうね。この教科。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有三种结婚。第一个呢是本命性的，第二个叫战略性的，第三个叫啪啪啪。没有第三种，不好意思。好，烈风601。やりました。三个月了，次郎安安。安安，感谢我们超神三个月了。本命跟啪啪啪差在哪里哦？本命是会，你会觉得怎么讲？你会舍不得对他动粗的那一种，那叫本命。啪啪啪呢，就是单纯的只是觊觎他的这个美色。有些技能长得就很骚嘛，就想要跟他结婚，但是他不是本命的。就是有这种。就是适合当那种小三的，像我们的这个木真就是这样子，就是15.2。本命呢只能有一个，虽然当年的本命呢不小心结错婚了，不过那都没关系啊，一切都是意外。我们田中说过一句话，他喜欢的是这种美好的邂逅，这就是美好的邂逅。計算通りです。好像几个电探啊，1、2、3、4，好像六个电探是吧？要五个电探啊？对啊，好像五个电探哇，这次怎么这么要求这么高啊？四个还是五个？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这个编程好像配了四个这样的。拜拜拜拜，去买电视啊！哎呀，这次电探要求好高哦，根本就变相的把你的装备都锁死了，讨厌。さらに改装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次我没想到这么硬，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么的硬。よし、どんどん強くしちゃおう。ちょ、改装するところ見ないでよね。いいね。又紧又硬的，我怀疑你在开车啊，但是我找不到你证据啊。よし、どんどん強くしちゃおう。哦，这个配装好麻烦哦，好想要储存格哦。这，他这个储存格啊，我问一下，我先打断一下，
它的储存格能不能连装备都储存起来啊？像没有这个功能，对不对？哎，人家魔物猎人都做得到，魔物猎人都做得到，为什么你们家工程师做不到呢？啊！啊！哎，不说了，不说了。对啊，人家魔物猎人都做得到了。まあまあですね。良い改造ですね。疲れます。所以呢，我觉得啊，他们除了跟 Sega 对不对？除了跟 Sega 合作之外呢，应该跟一下卡普空合作一下，那个技术性才会协调一下。啊 ，Common on a no program can like company or like Nintendo. What? Sorry, I don't understand.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是手游吗？它算是可以在手机上玩，但它算是网页游戏，对。Thank you. これでいけるわ。お、いいんじゃない？ありがとう。剑娘就是很烂啊，还是那之前还用 Flash 换血吧，低能儿，现在终于改了这个。HTML 了，虽然还是很废，就是不说了。有效配得到100吗？好像配不到哎、欸。九三哎，可以耶、欸！不枉费我把你拉到这个等级耶、欸。哦，いいね。不枉费我把你拉到100啊，舒服哦，70等。这只呢，应该是要拉到强制拉到100吧？这只，这游戏对新手不太友善，可以啊，很友善啊，你玩定就很友善啦、啊。手机要在哪下载？其实我不知道手机是不是要不要跨界，应该没有绑伺服器吧 ？Google Play 应该也有吧？啊，不要玩这个游戏啊，这游戏不好玩啊，不要玩这游戏啊，你不要看玩得很开心，没有没有，这游戏也是不好玩，不要啦，不要啦。卖肾啦！这是一条不归路啊！不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いいの。买啦，买啦。じゃ。あれ丢塞啊！一开始应该是要网页登录先注册账号吧。いつでも準備できています。好 ，K 跟 S 嘛哦，手机版不用 VPN 哦，哎 ，iOS 就麻烦了，就烂了。人家 iOS 来这边耍低能儿。哇哦，提督にプレゼントね。游戏三大不归路：舰队收藏、必然幻想、FGO 跟少女前线。不会啊，少女前线没差啊 ，FGO 也不用氪金啊，只有不归路只有舰队收藏跟必然幻想吧。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三大天王跟四大天王一样啊，都会有五个啊。啊，来编程一样，出发了啊！我们走下路，我们要去 K 跟 S。K 呢要打那个 K 要 S 胜航空优势以上，航空优势就可以了，所以要丢一个路，要丢一个路航，然后 S 的话要 S 胜，哎，所以要走到最下面，对，好来了。高弹作戦，第四作戦海域，作戦要求です。本作戦海域は。等一下，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就是这个，忘记把它换过来了。能放就放，能塞就塞。ほう、これはなかなかのものじゃな。跳圈、按摩圈，全部什么的就塞进去就对了。哦，我是说跳火圈呐、啊。そうね。
この強化は跳火圈。タン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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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谁有动的？哎，都没有动了，好。いつでも準備できています。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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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戦計画高段作戦。第四作戦海域。好，没有错哦。作戦要項です。注意哦，各位，不要锁错喽，这个下去就回不去了啊。艦隊編成による出撃。我还没有锁错哦，就这样子。艦隊との共同作戦が可能です。然后不要错，不要错，好，出发了啊！没有错，没有错就出发了啊！好，出发了。好，下去了，下去了。指令には恋も戦いも負けません。下好离手啊！K 点，然后还有 S 点。自然一四后半没有，在前半然后开路而已啊，连血都还没碰呢，在开路而已。哎，大家干嘛干你老师的啊 ？B 点是什么？看一下。潜水点啊，对潜。一四只要打一条血，是的。自然有固定开台时间吗？目前只有礼拜三的晚上会固定开台，其他算是不定时。那现在因为是活动期间，所以基本上是常态性开台，开到活动结束吧。对。然后礼拜三的晚上通常会是主题性的直播。那因为爆爆 ACG 其实没有那么多好想的东西，我手头资量其实没那么多。干，怎么大破了？嗯？哎，这不是红色的吗？不是啊，这不是红色的吗？有这么痛吗？干不起昂个鞋。E 兔甲有推荐的配置吗？可以去看我的编程啊，在我的直播记录里面都有。Again。不是啊，这太扯了吧。这个超扯欸，这个超扯欸，伊利是妈装甲是糊的是不是？你装甲是不是？是不是纸糊的啊？太夸张了吧！嗨，お呼びにな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怀疑他是纸糊的。哇哦！提督にプレゼンツね。作戦計画高段作戦第4作戦海域作戦要項です。本作戦海域は連合艦隊編成。指令には恋も戦いも負けません。不好意思、呛到、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干，难打，应该不会再爆炸了吧？打ちます。当たって。真的打不过，我觉得第二一兔应该会放友军支援吧，应该也还好。大船流也不是打不过的，很多种打法。还有一种叫做女神流，你要不要试试看呢、啊？市长有看剃须，然后捡到你的高中生吗？有啊，我刚才刚开台才讲，刚开台才讲就是这一部啊。我最近在看的、啊，最近在看。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啊，女神流没什么不好啊，你只要不要用掉都可以啊。重点只是买那个进场的
进场的门票而已啊。重点在于那个门票啊。我觉得一五要友军支援啊，我一五真的想要等友军支援来再打，因为一五很硬，真的很硬。我只能说很硬，因为我看那个很多的那种 RTA 在打，如果没有削甲的情况，没有削甲机制的情况下啦，那两只院长真的打不动。除了美国的 EOA 打得动之外，或者喷那个摸摸，就是那个长门跟陆奥打得动之外，其他人打不动，其他人打不动，夸张。大河要先到还是先破关？次郎觉得大河用造就好了。昨天好险，一场斩掉一次就结束了。啊，真好啊！对啊，摸摸两下打不死啊，我真的觉得超扯的。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还算回来拉佛莱彻。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部。这时候就会说还好我捞到了之类的，对。赶快请那个对岸的，赶快 DDoS 啊！赶快 DDoS 啊！让这个活动延长一点，不然三个礼拜很短嘞。水打好难打哦，怎么那么多点啊？这次难度是没以前高，但五关有三关是高水平，实在。对啊，这次难度没有到那么难，但是就难了，因为其实你现在多了很多什么，像是纳尔逊、塔奇跟长门路奥的联合攻击啊，整体难度是一定会下降啦，那是正常的。哎，等一下，不是吧？我就要爆嘞，完了。哎呦，还好还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哎呀，打假球啊！打假球啊！收掉好不好？比瑞，跟你结婚就是这样子。跟你结婚就是拿来打掉的。哎，打假球啊！哎，你们在干嘛？哎、欸，要闭幕雷了啦！要闭幕雷了啦，兄弟！啊，吃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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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痛痛！干，他真的是紫狐的啦！那个重巡就是紫狐的。干，伊利，我以后不派他了，妈的废物哎！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部君が一番。这个点要航优，所以我们摆轮行，然后丢一个陆航，应该是够了。加贺都罚站了，再不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打ちます。现在 Big Seven 有出了谁啊？现在有纳尔逊的，有长门的，有科罗拉拉多了，还有谁啊？没了，还有四台是不是啊？哎、欸，陆奥也算是不是？哎，陆奥不算了、啊，陆奥不算。那陆奥有特效哎、欸。その間もらった。陆奥也算了、啊，陆奥也算了、啊，我不要忘记他好不好？陆奥是陆奥是陆奥是。陆奥是陆奥是，陆奥哭哭，因为长路不可拆啊，你懂吗？长路不可拆，难不成你要把长门跟陆奥这样子拆开吗？我就这样很伤心哎、欸。当你今天长门跑去找 EOA 就为了那个美国的加成，干陆奥会哭晕厕所的。虽然有很多提督就这么做了，有很多提督就拿长门跟 EOA 组一队。
然后就是什么每日连击，结果发现打起来是没有我们的长路厉害。后来又把他换回去，然后把尤瓦换下来换大河，但大河就是一个很废的角色，妈的，他提速，神经病。N 点是什么？哦，通常舰队。2-3。打ちます。当たって。还有 Ronia、Wester 跟 Vigrina and My Lorenzo。好，你说这几台我都不知道。我记得还有英国的、美国的跟日本的吧，对不对？その間もらった。欸，兄弟，怎么会有两台对潜的、啊？这个很夸张哦，这很夸张哦。クナイついたら離さないって。还好我有先知对前。哎呀，中破还是会射出来。哎呦，哎呦，干！就跟你说他紫狐的哈，我就说他紫狐的。今天怎么那么早开？还好啦，还好啦，提早一下嘛。今天想要打完一次就关台了。其实一五的前段可以先打啦，因为一五的前段很简单。你说罗德尼跟西维吉尼亚跟马里兰，我觉得这个 Big Seven 出完这个游戏大概也差不多了。我印象中好像碧蓝航线是不是出的差不多了？信农这次还是没有出来。哎，信农啊！是啊，你观众人数为什么输马克？因为马克比较厉害啊，马克是这个舰队的老玩家、啊。那因为我一直其实没有在吸收新的观众啊，我的观众数其实都是原本的观众啊，没有吸收新的、啊。其实你看退学的观众人数就知道了，就是我退学这边的观众人数一直没有明显的那种大成长。哎呀，啊，基本上我开舰娘已经是退学人数会观看最多的，因为我毕竟是舰娘起家的。哎呀。这个点是什么？哦，通常舰队。马克以前是马克白，现在变马克黑了。不是啊，其实马克现在资源存比较多了，就没有那个资源之力了，你知道吗？哎，这个你要打 S 胜哦，真的假的？哇，好硬哦！这个390的看起来有点难打、欸。その間もらった。哎呦！悪いわね、もらったわ。啊，中破路。ちょっと。你在说马克长得比较好笑吗？哎呦！第一烧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欸。距离、速度、よし。啊，水母水鸡。这次的新的网的样子是不是？是新的吗？水母水鸡还是旧的、啊？我也没印象了。他很少出现啊，他很少出现的。黑白高露洁靠背的。可是他骂真的很硬哎、欸！干他真的很硬。哦，好硬啊、哦！打不穿啊！靠夜战了。哦，好硬啊！打穿吧，可以吧？零五作戦を思い出す。全艦突撃。そう、これが本当の。靠！干！好硬啊、哦！
啊！不是吧？干，没有 S 上，哇靠！要重新来一次，哇，好硬哦！哦，好硬哦！太硬了，真太硬了。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武勲が一番。あら。很硬啊。でもなんだか怒らしいですね。再打一次吧，再打一次吧。撤退。为什么 A 胜也有啊？不对，他 A 胜应该是 K 点的，那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S 点的，还是要打一次。对对对。よし、これでいけます。補給と兵隊、大切ですね。要再打一次，可恶！这个点好硬哦。直すよ。いたたた、またオバに笑われちゃうよ。全解会两次，会顶顶顶顶，是不是？你是便利超商是不是？放个会卡的吧？没有，我觉得刚才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绝对不是卡不卡的问题，而是这两个放枪啊，这两个放枪啊，他们二连击打得穿哦。你要相信他们是有 pick up 的好不好？他们是有加倍的。信他们一把好不好？给点信心，给点信心好不好？可以的，好不好？哇哦，提督にプレゼントね。给点信心，好不好？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你们是不是不信会打得穿啊？我打给你们看。攻断作戦。再打一场吗？加倍只有网点哦、喔，啊，是哦、喔，没关系啦，反正都得锁，那个之后还是得进网。这个水打部队就是再来最后打王的那个阵容啊，还是得这样放啊。K 点 S 点，今天退去好多人哦、喔，可能是一四的关系吧，可能是礼拜天的关系吧，不知道。我好想吃饭哦、喔。今天要几点吃饭啊？今天七点多去吃饭好了，好冷哦、喔！我开冷气，好冷哦、喔！我先关冷气一下。打ちます。当たって。かすみ姉さん、あられも頑張る。全訪問よく狙って悪いわねもらったわ弱いねよいしょ想到这个打完还要消血头就痛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 I start using iPad this year Why iOS don't allow me pay in Japan store at PPR Zulan 那个啊可能有档吧我记得印象中那个信用卡日本那边有档你没有你不是日本的 JCB 不能刷文情对吧文情嗨，懒羊羊，安安。打ちます。当たって。拜托次郎给我佛莱彻，我蛤蟆自己都没有了。等我有了再分你好不好？我自己都没有了。有啊有啊。有 Visa 的 JCB 不是都可以刷吗？哦，没有啊，日本的信用卡有锁啊，像我的信用卡就不能过日本的、啊，很麻烦，只能 JCB 啦。日本现在有档。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武勲が一番。
我现在好想爆咳一波，但是我喉咙咳下去会吐血，不行，我现在不能咳。是说为啥二队不上秋月级的？哦，秋月级的绑在机动部队啊，绑机动部队啊。帮忙讲了，安内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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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虽然我觉得他应该听得懂中文，就是了。哎、欸，等一下好不好？哎、欸，不是吧？这两只是不是做坏啦？这两只很夸张哎。他应该听得懂啦。这两只真的很夸张哎，打不穿哎、欸！我的天哪、啊！哎，打穿了！打穿了！第一面可以，不代表什么都可以。对啊，啊，因为第一面可以用 PayPal 支付，所以我是用 PayPal 刷。I think if I want buy, I still need using my Android phone. Yeah.啊，不能用华为的哦。对，除了华为都可以。对对对，我没有在嘴什么东西，就是华为的不行而已。华为，华为。苹果切片，靠腰。轮型吧，应该不会爆炸吧。My one is Sony， 小米哦，哦小米。小米就没差了吧，小米。iOS 之前加 10%， 啊，所以我现在氪金都 Android 氪啦，我不用 iOS 氪啦，我现在全部用 Android 去氪金的，神经病，才给他练300块，真笑。iOS 盘子税，对啊，操盘的。iOS 只是台湾家，又不是日本家。干，可是我就是玩台版的、啊。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换手机的打算吗？没有啊。你要买给我吗？我没有意见啊。关于去台北地下街打工，你有什么建议吗？没有哎、欸，我没有打工过啊。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啊。哎呀，其实那蛮运气蛮好的啦，就是刚出社会就有人要用这种新人。什么都不会的新人，上次我去面试，他跟我说：“请问你会写程式吗？”啊，不会。14K 点航程多少？可以问一下吗 ？K 点的航程哦 ，K 在哪里啊？看一下。全訪問 ，Fire！ K 里头啊。かすみ姉さん。哦 ，K 点的航程哦，看到了。K 点航程只要4就可以啦，四啊，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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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つまらない。かすみ姉さん、あられも頑張るから。艦隊の頭脳と言わ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ね。こう見えてこの谷風はすばしっこいんだよ。爆弾なんて当たる気がしないね。嗯，到底能不能 S 胜啊？
啊，下一个点好硬哦。我觉得 S 点都做坏了，这个点 S， 这个点 S 是好难哦。唉，虽然弹药他妈有六成可以打，但是好难哦。比瑞跟误导不是明明就有加倍吗？难不成真的只有网点有加倍就对了？如果只有网点有加，那他们打起来是妈78%啊！普风下了，普风下不下我就无所谓啊。古风也有加倍啊。其实我觉得，哎呀，死光了！啊，陆航自杀喽！来了没？新加坡。沈む。啊，我觉得打不赢哎 ，S 胜有点难哎。巴宁哥，狼。S 胜战舰成了，但是妈开花了，哇，少一只输出手了，真漂亮啊！知らぬよ。做事啊，一队同行战哎。バカにやつさくだ。很好，很好，很好。全問正社。干，不好，不好。是啊，我每次活动都喊做坏啦，啊，就真的做坏啦，打不穿啦，打不穿，做事啊！哎呀，打穿了，再一个，再一个，哎，为什么没有观测啊？你为什么没有观测舞蹈？哎呦，妈的，没有输出的啦！没有输出了。Miss， 完了，我觉得这样也没办法 S 胜了。那个误导雷我啊！误导雷我，给我记住。雷国作戦を思い出す。前艦突撃。そう。哎呀！嘎，不是吧？哎、欸！啊！嘎！我操嘞 ！Oh my god！ 伊利，你打的比一个青训还不如，为什么？伊利在干嘛？我受不了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武勲が一番。ああ、反応的な。でもなんだか誇らしいですね。ああ、干得好烦哦。作戦が完了。艦隊起動しました。两个输出手中破啊，干不然打穿了。就是因为中破，中破。補給と兵站。大切ですね。不是雷卡不雷卡的问题呀、啊，根本就是被冲康啊！所以为什么上伊利哦？还有没有重巡啊？另外两台我要扣在机动去消血的。另外两台我要扣着，因为机动消血比较难啊。嗯，好好好难打、啊。嗯，真的很难打。ほう、これはなかなかのものじゃな。よし、どんどん強くしちゃおう。ちょ、改装するところ見ない。もう一個鳥海よ。あ、对吼。其实应该可以放鸟海耶，因为15我打算用的是妙高啊，我不打算用鸟海啊，好像可以放鸟海耶。高雄跟爱当就算了吧，不考虑不考虑。哎，他们也锁起来了，所以也没救了。对啊，我其实我想要把鸟海放在15，但是我觉得好像有妙高，其实好像没差了。扎拉表示，
你说放那个，你说放二号炮、喔，哎，别说了，好了，放二号炮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换一下好不好？我们换一下。私だけ大事にされては嬉しい。トネ姉さんに報告しないと。加骨就是要留在机动用的、啊，那个等下放在机动用的。よし、どんどん強くしちゃおう。来了，放二号好了。ちょ、改装するところ見ないでよね。火力105哦。打输他妈的大殿，我真的是唔知佢在笑哎。私だけ大事にされては姉さんに怒られてし嬉しい。トネ姉さんに報告しないと。イン。はい、お呼びにな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再次。にプレゼント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高段作戦第4作戦海域作戦要項です。本作戦海域は連合艦隊編成による出撃です。基地航空隊との共同作戦。高段作戦第4作戦海域さ気合入れて行きます。うんうん、哎呀，陆航都自杀了呢！难打、啊。可能要换解法。可能要换解法喽！行ける？哎。そう、これが本当の大淀型の力よ。あられも。难。頑張るから。怎么会摆一只这么恶心的在那个点呢、啊？哎，讨厌。没天理啊，尤其一五还放两只雷爷，也是没天理啊。那那，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一五在两个门神的地方放了雷爷吧？我跟你讲，那个用第二对脸接就是一定要女神啊，不然基本上是中破起跳啊。没辙，这次活动没辙，就是这么的恶心。打ちます。Azulian and Kangolay boss open even for 2-3 weeks. Azulian can finish in 2 days. We will need collect the food to change reward. Kangolay need more time to finish, but reward one time get all. Oh, 对啊，必然的活动打起来就没有舰队的悲壮感了。那那，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部君が一番。悲壮感。哦，喉咙真的很越来越痛了。我少讲一点话，我少讲一点话。唉，也是啦，这次送的飞机是真的很好啦，毕竟6周年嘛。我的感冒是应该是喝饮料感冒的，跟晚睡感冒的，跟压力的感冒啊，对。打ちます。当たって。还是对钱舍弃一只啊，只放一只对钱。可是我觉得只放一只对钱，实在是妈有点难打。まだまだ、シクマ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No need to fish on the new ship. 哦，干，你以为造船比较简单吗？没有啊，还是要造啊。哎、欸，我的道中之人是不是没有来啊？
我的盗洞之源是没有来啊。距离，速度，よし，全問正射。みんな、着弾観測、よろしくね。この時のためにカタパルトは整備したのじゃ。しょう、よくね。私、頑張るから。攻撃開始。しないで。算了。距离，速度。跟你讲。这游戏里面有在刷闪的，监工医疗壶直接双飞就好了。我以后要很自豪的说，自从四周年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刷过闪了呢。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武勲が一番。因为四周年之后就是出社会啦。出社会就有钱了呢。轮行，最好是看着我的台就这么顺利哦。不要说服自己了，你只是刚好赛道而已。Big gift, big gift. まだまだ、チクマ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FGO 真的少氪一点啊，你的生活会更美好。我认真这样劝诫各位，真的 FGO 其实还好，不要氪那么凶，会有点浪费钱的感觉。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你想想看，长早期的时候 ，FGO 不就是几场中火就结束了吗？就几场中火就结束了，哎呀！有些人的人生就是 FGO， 也有些人的人生是剑娘啊。我看那些 RTA 他的那个自我简介写，我这个人生呢是由舰队所创造的。而舰队呢是由田中所创造的，所以我这个人是由田中所创造的，因此得证田中是我的神。超好笑。观念正确。他就是这次的 RTA 啊，虽然他不是首杀就是。把田中当神在拜耶。他真的很扯哦，我看他那个刷闪，那个监工一样我没有在省的 ，DEM 点数十几万在起跳的。艦隊の頭脳と言わ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ね。私の武勲が一番。あら、意外なこと。でもなんだか誇らしいですね。不是记者啦，是日本那边的记者。我没有看过他的直播，所以我不知道。哎，这次可以了吧？真的可以了啦，好不好？让我过了好不好 ？S 胜啦，受不了哎，好硬哦！打ちます。当たって。哎，对啊，好像是 Kino， 对，好像是 Kino， 好像是念 Kino 吗？他的昵称叫青蛙的样子。哎，怎么这次不是潜水艇了呢？我觉得我被卖了，干！怎么不是潜水艇呢？叫我两只就废掉了哎！啊，没有航优啦，打个屁呀！没了没了，这次没了。这个抽到这个编程就什么都没了，没了没了，一切都没了。没了，不高兴，完全不高兴。始火，正射，始め。始火。啊，十四滴。啊，加贺死去。
啊、反正是烈风架而已，还好啦。你看，残尿感。密室，哇哇哇哇，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打不穿呐、啊！没有打不穿，打不穿。好了啦，可以了，回家了，再来再来再来，一定要观测才打得穿呢，一定要观测。我觉得用擦伤都比较高哎、欸。用擦伤的都打比较多，你知道吗？不管了，我要试试看了，就这样子吧。夜战夜战。不管了，试试看吧。弱いのね。はっ、はっ。ガッテン。いける？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キヌガサさん最高でしょ。帰ったら青葉に自慢してやろう。作戦が完了。艦隊帰投しました。よし。補給と兵隊。そこまいは大切ね。有些游戏啊，用钱可以过啊。我第一次看到用钱过不了的游戏啊，就是这个游戏啊。ダメージは感知に少し時間がかかるわ。たくさん直すよ。ゴーテノハ。我累了。真的累了。申し訳ありません。这个点好难打。少し置いても。備えあれば憂いなし。我都不知道我在打 BOSS 还是在打路道中了。我是想试，我是想干脆妈的，就全部入行砸他了。但是我怕砸了，哎，出歹机。出歹行动都没剩啊，因为你如果说前面的飞机被他换完之后啊，你网点飞机会变少。消血就不走下面啦，没事。消血又不是走下路，还好、啊。直接用砸的啦。哇哦，提督にプレゼントね。现在烈风改还能算是一线舰战吗？烈风改啊，是啊，是啊，是啊。作戦計画概要を。入行可以刷熟练啊、没有，我觉得不是熟练的问题了。高段作戦、第四作戦海域、作戦要項です。本作戦。刚才是网点出了两只，两只那个红刺吧？不是红刺啊，变成118吧？那个自空就没了，所以连观测都没机会了。高段作戦第四作戦海域気合入れて行きます。听说新的夜战飞机是给赤城用的、啊，所以还好。E two 丙 P two 打了33是没走到网点，我是不是该换丁了？你该换女神，女神女神女神。武温还是很强啊！武温3NTPD。
欸，金色的欸，我觉得要出事了欸。欸，还行还行。そう、これが本当の大淀型の力よ。打柄有在锁船的吗？一样会锁啊，只是可以自由使用而已啊。它一样会贴标签，但是可以自由使用而已，就是标签一样给按着，但是你不受限制。所以这一关有个打法叫做先用那个什么水打部队，先贴好标签，然后呢去切钉，就是水打标签当做是机动标签来打，然后就有加成去打王，直接捞船。这是一个打法。嗯，但是我懒得这么用了，有点麻烦，算了。觉得我喉咙好像越来越痛了，是不是我一直讲话的关系啊？完蛋了，明天要请假了。啊，该不是？应该是因为我昨天哎、欸、前天大前天他妈喊的太嘶声力竭了，把喉咙给喊坏了。負けんぞ。No, Tutor Lovely like never worry sick to another. Only worry in procrastinate crowd knowledge update or not. Yes, yes. 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今天过一世有望吗？不知道。私の部君が一番。不知道。因为听说一世的消血很痛苦，听说非常非常非常痛苦，有人消了5个小时才终于消到那个新的点开出来，哎呀，不好消，哎，不好消。打ちます。当たって。是啊，刚刚是说先假贴标签再切钉刀，对啊，你可以先贴完水打的标签，这样你的主力舰队就还是在嘛。然后切钉刀，每打3-4场就重新切掉一次，然后先捞到要的船之后再切回甲打，这样你的船就不会被那个标签给限制了，甚至你也可以拿纳尔逊的E3的标签来打。E2 空袭不是能削弱了吗？那个不是假的吗？那不是被证明是假的吗？まだまだ、チクマ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よく狙って、砲撃開始。假消息吧。前面过了，这里丁也能用。对啊，因为丁不限制标签啊，所以你可以把E3的纳尔逊拿来E4捞啊。艦隊の頭脳と言わ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ね。私の部君が一番。あら、意外なこと。でもなんだか誇らしいですね。難。難。難啊。撃ちます。用脸接空袭，まだまだ、チクマ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悪いわね、もらったわ。是会重打，会啊，会啊，会重打啊。所以你只能先贴完标签就切钉打。当然会重打啊，那我那么爽的不给重打，当然重打啊。所以一定是先贴完标签再那个、啊。其实主要的思路是在于你拿最后要斩杀的编程变成机动打，然后就会很好打。
の部分が一番。看你要不要捞船而已啦。你可以想象自己就是在这个斩杀的过程中，欸，就捞到船了，对不对？这样想就觉得不可能。打ちます。当たって。是不是要过 R 点？ R 点是哪一个？看一下。阿典哦，那个不用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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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典不用阿典不用。バーニングラン、よいしょ。一、二，好，可以打第二只。嘿。没打穿，没有打穿呐，没有打穿呐。距离，速度，よし，全問正解。最後のみんな、着弾観測、よろしくね。まだまだ、ちくま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よく狙って、攻撃開始。私、頑張るから、見捨てないで。そう、これが本当の。没有，我觉得这次的游戏啊，好像有锁头的几率，或是锁一些比较强的、比较危险的剑啊，那几率有调高，好像是这样子啦，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何？この拍手喝彩は。你想想看，你玩任何的游戏，你都知道对面的 AD 很强，当然要先抓掉他嘛。那你也知道对面的哪一只最危险？那照理来说，按照史实来讲，他们应该先打他啊。啊，这游戏不是嘛 ？Random， 我真的觉得有锁头啦，我真的觉得有锁头啦。这一次哦，我觉得好像也不会 S 胜欸，好硬哦。唉，累了，累了。打ちます。当たって。不是吧？不是吧？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その缶もらった。不打了，不打了啦！干。知らぬよ、本気で怒らせたわね。バカなやつ。私、頑張るから、見捨てないで。主砲、敵を追尾して。撃て。姉様譲りの装備をこんなに姉さん頑張ってる許さないんだから撃ちます。主砲よく狙って。この時のため撃開始。カタパルトを整備したのじゃ。始め。どうして私の戦況分析が。距離、速度、よし、全問正解。この時のためにカタパルトは整備したのじゃ。こんなのビスマルク姉様に笑われちゃう。推定のみんな、着弾観測よろしくね。飛行甲板に直撃。そんな、バカな。よくほら、あってもう一発攻撃開始。そう、これが本当の大淀型の力よ。いける。F 好了，不会掉手链子。F 啦，不会掉手链子啦，我受不了了，我要换编程了，我要编程了，换。か、これ。提督が鎮守府に着任しました。これより艦隊の指揮に入ります。金剛お姉様の妹分、綺麗です。よし。補給と兵隊、
supply 和 tight 没有，不是卡手的问题，应该现在是制空的问题。现在制空的问题很大。お洋服もカタパルトも台無し。ベストタイミングのドック入りです。さすがね。お姉様の夢を見て、お安くってなかった。このダメージは感知に少し時間がかかるわ。ちょっとお休みするね。我们让大殿卡算了，哎卡展了，拿出你的魔法小卡。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ご説明します。TD 是两月没有吧？啊，你说我？对啊。哎，再来一场吧。我塞了一个陆航的陆战，改成 E3，不要跳海了，不要跳海了。連合艦隊編成による出撃。再跳海对身体不好。基地航空隊との共同作戦が可能です。保有装备爆了是不是？啊，这假的！我装备会爆？怎么可能？我没有打几件装。啊，这假的，为什么装备栏会爆掉啊？拆一拆好了，气死我了。这个是要改修的啊，留着啦，哪天用得到改修就留着啊，先留着。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多留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高弾作戦、第四作戦海域、作戦用。当仓鼠。恋も戦いも負けません。哦，我真的心态炸裂了，不好意思，真的是炸裂了，炸裂了，炸裂了。我没想到这么难打 ，S 胜而已，哎，炸裂了，炸裂了！我要站起来了，我要上个洗手间了，我要关个麦了，我要关个视讯镜头了，我一切都要关了，我自闭了，我自闭了啊，自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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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轮型对型，拜拜。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何このうちます。当たって
だまだ、シクマ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悪いわね、もらったわ。Fuck. Later, later. 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そう、なら頑張っ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私の武勲が一番。我现在不饿啊，我下午两点才吃饭啊，因为我早上八点多吃早餐，我抓六个小时啊，所以大概七点多再去觅食吧。七点多再去觅食。打ちます。当たって。对啊。Spend the money cannot get a skipper, cannot get a shipper, all the increment you want. まだまだ、シクマ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手上是不是有可疑的卫生纸？没有啊，就是擤鼻涕的。哎，累了。全轰门 ，fire！ E B B 一 C L 四 D 一 G 撞，看你啊，我手上是 E B B 五 D D 撞吧？哎，是吗？哎，不对，我也是 C L 撞。我记得就用小船撞吧。因为我现在喉咙陷入一个痒，然后痛，然后喝水之后呢，还是觉得不舒服。对，这个就是喉咙发炎。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龙角散，我身上刚好没有，不然就吃龙角散。私の武勲が一番。龙角散是真的有用，哎呀，但是我龙角散放在台中了。我想要开点门。喝矿泉水真的比较伤，所以大家不建议喝开水，是不是？那建议喝什么？喉咙痛大家都喝什么？开水。开水跟矿泉水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微波舒跑不太一样哦，蒸馏水，你说直接烧水哦？啊，差这么多。温热的开水其实那是错误的观念，好像听说喉咙痛也不能喝热水，要喝温的常温的水。枇杷膏，枇杷膏可能真的有用，是啊，要学会自己煮水啊，一直买矿泉水大开销，就看还好啦，我觉得。私の活躍見ていてくれました？因为。我不太敢装台北的那个水龙头的水，之前有装过拿来煮，我觉得那个味道母汤，还是你们是说买外面的矿泉水回来自己煮啊？加盐沙是不行，我之前喝完之后喉咙干爆痛的，千万母汤不行。台北还好吧，水管都换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这栋大楼的水管有没有换啊。说不定我这栋大楼的水管是旧的，装过滤器。加水站的水你敢装哦？我不敢装啦，你哪知道那水干不干净啊？まだまだ、チクマ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我这边，没有那个洗手台，所以装滤水器是有点这个麻烦。くらいついたら離さないって。かすみ姉さん。随便啦，我觉得等哪天死了再说吧。哪天死了再说，现在喝还没有死就算了。水底のみんな、
着弾完了。まだまだ。よろしく。ちくまのやつに負けんぞ。私頑張るから。攻撃開始。我都喝什么水？好像都喝你们说的矿泉水，就是那种外面大瓶的。那个其实喝久了真的是不好啦，因为像我在老家那边是装蒸馏水喝，那个水就喝起来的味道就是跟外面的卖的水又不太一样，又不太一样。对。那至少，哎，我觉得公司的那个饮水机的水比较好喝，因为有装滤芯，有滤过。然后大罐的那种矿泉水就是水质比较硬一点，哎呀，这次希望这个一三陆航可以拯救我啊！干，改成一三的应该有航优了吧？打ちます。当たって。哦，六公升的、啊，六公升的。哎，这个编程，哎，这个编程可以，这个是比较可爱的编，这是比较可爱的编程。每天带一个六公升去上班，太辛苦了吧，兄弟！你看，弱いね。哦，之前有这样装过哟，之前拿两公升去没公司装，后来我觉得太麻烦了，就放弃。主要还是太麻烦，多喝水很好喝。返航站哦，好像还行，好像我是说好像，当我没说，打不穿。沈む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わ。まだまだ。ちくまのやつには負けんぞ。着弾観測。よろしくね。よく狙って。そう。攻撃開始。大淀型の力よ。ほら、もう一発。攻撃よ。攻撃。弱いね。よいしょ。给个机会好不好？给个机会。敵艦隊。给个机会。放心。よいな。行きましょう。有机会吧。レーゴ作戦を思い出す。可以吧。前艦突撃。そう、これが本当の。哇。大淀型の力よ。一発。マジ？弱いね。刚才谁说打不穿的？再出来啊！打穿了。来，再说一次。我说打得穿哦，是观众说打不穿哦，观众说打，你们现在又在乱来了。我那时候说我穿给你们看，我这次我确定给你们自己看回放，自己去看回放。我说打得穿，我说二连击打得穿，你们说打不穿，叫我用卡，我说我不要，我二连击，干你妈的鸡巴！啊，不想跟你们扯，不想跟你们扯，我要撤退了。哦，听到这声音会高潮，我只能这样讲。不是，听到这声音会高潮，就那个叮叮的声音。よし、これで補給と兵站、サプライは大切ね。我是在消甲嘛，没有，我只是在开路而已。我现在打完了，现在要开始消血，现在要开始消血了。ちょっとお休みするね。那怎么消啊？那我研究一下怎么消。修復に入らせ。我研究一下怎么消，看一下。听说消血是一个很痛苦的开始。我看一下。市长能让我说一句吗？能跟我说一句别在台北买房吗？不要。人要有梦想，你知道吗？在台北买房子。代表你尊爵不凡。灰色系列吗？有啊，特别的爱，特别的喜欢灰色系列。应该说他们家的游戏我在蛮喜欢的。你们可以去买那个啊，
我记得在哪里蛮便宜的，那个从化区是不是新庄那边？是不是？是新庄吧？我记得那边在从化区啊，那边房子很便宜啊，你们可以买在那边。不好意思啊，容我擤个鼻涕一下哦，受不了了。干，真的感冒了。我关错了吗？哦，没有关错吧？对啊，是九里啊，上面这一只啊，没错，是我们的九里。放心啊，新番推荐那边我还会再介绍一次，应该会让更多人认识他。我要再台西耶，还有谁可以放？伊利，看伊利不行，他是机动的，啊，他是水打的，他是欠打的，看一下欠打的怎么塞，欠打的怎么塞呢？怎么塞呢？怎么塞呢？让我想一下啊，丁捞还是会上标签，会啊会啊会啊，当然会啊，你以为没有上标签啊？那我那么爽的。欸，我说真的，扎拉15用得到吗？用不到，用不到我就要拉，我就要上他了。他应该上不到了吧？我看一下。好像上不到嘞，好像上不到嘞。不是，他好像上不到，那没差了。不是，我现在只怕他会不会太重，太重没办法飙车，你知道吗？我先要飙车，我要试着飙一次看看。我想要飙船，对，我想要飙车。我特别就玩了这个任务，就是为了飙车啊！干，我要来飙车哦！抉择哦！第五戦隊ハグロ出撃します。はい、テルズキです。はい、テルズキです。再给我沉思一下，因为这个要慎重考虑，这个可能要一次打12个洞，
一次要开12个洞，等于说一次要花掉6000块。我要想一下，我要想一下。再让我沉思一下，等一下。何？野戦？何？野戦？夜はいいよね。夜はさ。这只本身有先知对钱吗？你们可以先去吃晚餐，没关系。这只本身有先知对钱吗？有吧，对不对？还是没有啊？没有啊？那先吃上谁都无所谓，反正其实都无所谓啊。只有美国的才有，可怜了。うち、提督さん、今日も元気だね。他也不够啊，他也没办法先知对钱。还有谁可以先知对钱的？只要中一个。啊啊！大司令官、ご命令を。我怕我会后悔而已，因为这是一个花式过关。我再确认最后一次，15是不是真的用不到它？一二，一二，三四。好，用不到。好，用不到，上，上。あ、後ろの降車装置？そこは顔だけなので、監督、あまり触らないでくれます？いつず、バカね、撃ってくれってこと？这个呢，通常不要学我，这是比较不专业的啊，不，这是比较。不推荐的打法，因为这个打法是像偷吃布，这偷吃布不要学，这个乱来，我想玩玩看而已。还有谁啊？可以先知对钱的高月。不行，对钱值太低了，还有谁可以啊？你。不行，普风不行啊！我说的是只要装一颗就可以的，只要装一颗就可以，好像没有那么高的。别府用掉了，别府用掉了，没办法。贾斯丁我要放，啊、不是贾斯丁，贾斯顿我要，不贾斯顿啊，贾维斯我要用在15的，没有贾维斯我都要用在15啊。招潮在这里啊，招霜哦，我看看。招霜，对耶，我看一下，招霜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耶。招霜，不行，不行。等级太低了，啊，那个谁，那个
那个之前差点被我卖掉的那个，我找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改二的，出双改二，就你，你可以吗？不行。好，算了，我指定了，就普风，就普风吧。我放弃了，随便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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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放。没有了，算了，随便。我决定放有加成的，对不对？放有加成，还有谁？普风，然后还有古风，古风快用掉了，不行。古风是不是用掉了？对，用掉了。秋云不行，普风。冰封用掉，霞阳不知我啊，没了，没船了，就这样子，没船了，没船了，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换两台掉，换 BB， 十巡フルタカ。好，这样子先组个机动。是不是全部都要开动啊？哇，等一下，这个下去不得了哎，干，直接3000块哦，真的假的啦？等一下，这是很好玩啦，但是我看到那个金额就觉得不好玩了。看一下啊，看这金额真听下去就不好玩了啊！不管了啦，就这样子啦，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好，然后第一队就找两台有那个有可以塞内特二式内火的，一台是。大草好像可以放在这边吧，反正再也用不到了。大草，大草。然后满潮可以塞吧？对，满潮。みんな揃ったのね。第八駆逐隊出撃します。欸，我会不会后悔啊？等一下，我会不会后悔？等一下，我觉得我会后悔。再让我确认最后一个东西，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别人的一式斩杀怎么斩的。哦，还有荒草，等一下，还有荒草啦！啊，那边干啊，边干啊，边干啊，还有荒草可以用吗？我看一下，应该还有荒草可以用吧。啊，那稳的啦，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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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是，因为我需要考虑谁打要用谁斩，那稳的，稳的，我们可以用满潮来玩，好，就用满潮来玩。好，来，一个两，一个洞，2、3、4、5、6、7。七个，再买5个。没有，我现在改作业。我现在改作业，因为他这个编程我不能用。欸，我现在改作业。因为我想玩一次，我看看消息的速度怎么样。如果不好，我们就换回正规打法就好了。嚯，好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霞妈交掉了，所以没办法用了。我霞妈交掉了，霞妈交掉了。
看，感觉超好玩的啦，不再说。来，改作业，改作业。那作业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やった！いい期待です。ね。よし、これなら一光線にも負けません。ね、総流。どうよ。やった！いい期待です。高速加。干，这个真好笑。我要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线，我觉得这个没办法消写啦，看着搞笑的吧。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得很抖，这真的可以消写吗？我只想试一次啊。我想玩玩看而已。Your kindness is much appreciated. 不管了，我要玩了。就这样子吧，我不管了。我们总是要试过才知道好不好玩啊。よし、いい装備。どうかな、飛龍。嬉しいな。どう？嬉しいな。干，我真的觉得不行啊，这很母汤啊，这看起来很母汤啊。テイト君、グラッド。素敵な改装、ポーラご機嫌です。真的可以吗？ついでにお酒の瓶、テート君も飲みます。体熱くなりますよ。テート君、グラーチェグラーチェです。素敵な改装、ポーラご機嫌です。ついでにお酒の瓶、もう少しだけ積みません。テナーチメンテ、ゾラ級従順、ゼラ、パツビオ。出撃します。テート君、グラーチェグラーチェです。素敵な改装、ポーラご機嫌です。ついでにお酒の瓶、もう少しテート君も飲みます。体熱くなりますよ。现在飙车，现在在准备要开飙了。夏威夷最速过弯，デジャブ。空は跳躍型従順だから。这是浮水啊，不要乱喝啊。这浮水喝了会呛到啊！もしかして酸素？何事も粘り強くよ。ゾラは我觉得我会噎死哎、欸！干，这浮水我真的，我觉得我会噎死。これもいいですね。算了，我知道试一次知道。もしかして酸素？万一这个可行，干！各位该试试看这个浮水了吧？干，这真的是浮水，我只能这样讲。哇，浮水呀、啊！ああそうね、私じゃ力不足ってことね。干，浮水。な、何よ、私に恩を着せたつもり？あ、なんでもない。ま、まあいいんじゃない？ああ、今日か、うわー、いろいろとバージョンがアップしましたよ。现在打到哪里？要准备消息，准备消息。私に恩を着せたつもり。准备来耶看看，耶看看。这游戏很靠背，要塞那么多电台，我受不了啊！索迪加12+10这个好了。近代化改修。
助かるわ。もっと働ける。其实五十铃真的是妈的没有必要塞那个洞哎，不管了啦。总之就是这样子。对，高速加打上路，没错，没错。这次用到日向改二吗？似乎好像没有用到。助かるわ。もっと働ける。似乎好像没有用到。これなら戦えます。欸，如果我噎死了，记得把这个耻辱啊，就是这个丑陋的样子，记在你们心中就好了，好不好？这个就是。开始乱玩了，没有人这样玩的啦！我看真的是神经病。这个原本是拿来钉捞的，钉有人这样捞啦。这真的是钉的捞法，我现在是认真跟你讲，是真的有人这样捞啊。これなら戦います。他这一关真的要配很多电探才能进得了，这点真的是很智障，很低能，哎，很低能啊。うちが強ければみんなを守れるけね。像这一只啊，等级不够高，他如果等级够高是可以先知对拳的，这样就会有三只先知对拳，就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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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但是没办法，所以只能这个。いい回収じゃけ。九十。ええ安排じゃね。顶得到吗？任せとき。九十三顶不到啊，顶不到你的肺啊。うちが強ければみんなを守れるけね。细提上身いい回収じゃけ。ええ安排じゃね。任せとき。力を感じます。お心遣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他的迷彩炮我都没有改修哎，那我要随便塞了，不管了。これは素敵です。じゃあ再確認。ちょっと重い感じもしますけれど。反正消血。でも頑張ります。消血怎么样都是吃屎，就随便。ハルナ感激です。普风铃要八十就有限制了，看八十好遥远哦，算了吧。我觉得我会噎死哎，怎么办？力を感じます。お心遣い。あ、これは。对啊，我特别弄这个啊，这个改良型罐啊，我今天下午花了两万的资源，就为了开发这个资源。对啊，真的是会噎死。好了，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这个，就这个，这个不管了，就是这样子了。これなら野戦もバッチリです。三河艦隊の仲間にも自慢できちゃいます。やりました。哎，夜战士二号加三号有特别加成，是不是啊？其实我一直没有搞懂他那个二号炮跟三号炮现在的那个逻辑运算啊，逻辑运算。これなら野戦もバッチリです。没有啊，你们如果没有玩我这个很低能的飙船流，你们就正常打法就好了。我这个是要飙上路的。三河艦隊の仲間にも二号没有哦，二号没有加成哦，真的假的？所以夜战其实要拿三号是不是啊？夜战要拿三号啊？二号有夜战加成哦，我发现我三四弹应该再改一个改出来。哦，目が咲いてきた、力がみなぎってきたよ。你们觉得这个组合会不会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出来？我觉得会。对，只要这个打得顺，なんかかっこいいぞ私。只要这个打得顺，哎，这就是一条新的路了。来。完成，飙船流全队高速加，各位啊，来了啊！我们再重新再来组机动部队，做一个消血的动作。来，然后呢，网点随便塞个滴滴支援一下。
暁の出番ね。見てなさい。干，我真的我觉得我会摔死。ありがとう。お礼はちゃんと言えるし。いいわね、デンク。来，然后其他的动作打了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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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ね、完成機が落ちちゃいますから。啊，可是呢，我现在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刚才我应该先把船拉掉的。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现在他妈的有点尴尬。哎呀，现在他妈有点尴尬。哎，我的陆航刚才应该要先拉掉武士的。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吃个饭再回来打？对啊，他这个配法有特别的配法，对啊，嗯，他这个有特别的陆航配法。是，好啊，我们吃完饭再来飙船吧。可是我吃完饭要半个小时，有点久，是不是？啊，我知道，我出去买个便当回来，边嗑边吃就好了。嗯，他这个配法好像蛮不靠谱的。蛮不靠谱的。嗯，我参考他一下，他这个配法是可行的，可能要试试看就是。哦，就试试看吧，反正都会噎死，就噎一次看看吧。等一下，六四五四银河三四，哦，再拉掉，再拉掉。然后这个拉掉，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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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银河拉掉一台，好，先去吃个饭好不好？先吃个饭，也不是啊，我买个东西回来吃一下就好。我没有很饿，真的没有很饿，我随便路上买个东西回来吃就好了。因为我现在喉咙真的是不舒服，没有了，没有关台，没有关台，挂着台一下，挂着一下，挂着一下，中途休息一下。其实我是想要关掉啦，就是。当作是一个记录点，但是我觉得再开就没有人了，所以就先挂着吧。你们也可以挂着啦，算了，你就挂，帮我挂着吧。挂着挂着，不翻个牌吗？没差啊，没差啊，因为他们都还是要那个啊。先去吃个饭，预计八点回来。啊，如果说那个我还没回来的，就帮我打那个119，跟那个警察说那个时光组没有回来，他死掉了。好，先这样挂着吧，不管了，就这样子啦。我那个实况剪到 YouTube 会再把这段剪掉，所以没差。好，先去买个东西，预计八点，预计八点。好，等一下见。